涉及而成的麻辣太极，富含植物性的胶质，更融合了柠檬和辣椒的多层次口感，是一道清爽开胃的料理。生机饮食专家陈立寿原本只是一个单纯的素食者，因为喜欢创意和变化，进而走上了学习和教学的道路。今天啊，他就要跟大家来分享如何从不懂得到专业的素食推手的故事。现代新书派天空带单来欢迎我们这一位这个老朋友啊、哦！我要形容他是琴棋书画，这个才艺双全呐、啊。我们的陈立寿师兄，也可以叫他陈立寿老师，您好。啊，曾姐好。哦，这个大家好，哎，大家好，哎，这个你知道吗？全球各地有很多的人都上过陈立寿老师的课啊、哦。那就算没有亲自上过呢，也都会这个透过广播来听你这个由空中来分享怎么样做菜。是最厉害的呢，还可以把时事跟料理结合在一起。啊，为什么说他是这个才艺双全呢？每一年呐、啊。这个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叫做柬埔增长慈悲心真善涵养智慧爱，对不对？那这是用手工网板印的，对，手工网板印。对啊，在普里小镇就有一批他的美术志工，好，每一年都这样子来印了，跟大家结缘。然后呢，还有这个，哎呀，他今天特别带来了，这是你去设计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包装吗？啊、外面买，外面有买哦。对对对。但是里面的内容物就好玩了，哎，里面就比较特别一点。哦，这个内容物呢，就是他自己做的哦。你自己做的手工软糖啊，是软 Q， 而且自己手工做的，对，什么时候教我们好不好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好，那但是今天要做的料理就是，哎，可以让我们在边做料理当中边学习，是怎么样呢？能够叫做在料理当中产生觉醒的智慧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那请问你今天的料理叫什么？叫麻辣太极。麻辣还可以太极哦？对。哇、哦，那就厉害了。我们就来看一下麻辣太极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。麻辣太极材料有白木耳一碗、黑木耳一碗、炒熟的白芝麻一匙、炒熟的黑芝麻一匙。调味料有豆腐乳两块、味淋一匙、柠檬汁一匙、柠檬皮少许、辣椒一条。好，我们看到的这些材料其实呢都非常的简单。陈立寿师兄最喜欢用很简单的材料，但是呢又很健康养生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来，你现在边做来边跟我们分享。哇，我可是有一大堆的问题想要请教你了。是。那首先你要先切什么？因为今天我们最主要是配合今年的主题要简朴。啊、哦，是。简单朴实。简单朴实。所以我们今天用麻辣太极。麻辣太极是用它有蕴含，就是有天地有阴阳。阴阳调和，所以就变成一个黑的，一个白的，就是阴阳。哦。那芝麻它有黑白，那搭配阴阳。所以了解了，我刚刚在想说太极要怎么呈现，原来哦，所以你看黑木耳跟白木耳，对，然后白芝麻跟黑芝麻，对，哦，这就太极。好，我来看看你怎么让它这个两个太极融合，好不好？是。好，哎，现在怎么做？用的就是选的材料，就比如说白木耳。什么？白木耳目前来讲也有干的，也有湿的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就是用这个把它切丝。哦，对，南部普里有卖新鲜没有干燥的白木耳。所以这是从普里特地。普里的，住普里好不好？他就住在普里。好，然后呢？你是买到，如果说我们可以买得到新鲜的白木耳，好，那我们就买，可能是要在某些有机的超商才有的卖，一般有的超市也有，不太多，是，那菜市场真的更少了哈，对，那它因为需要冷藏嘛，对，那如果买不到白木耳，住在海外的人，我们就买干的，用干的也可以，干的来泡，对，它口感会有点差，因为
新鲜它比较脆吗？脆跟嫩，然后口感会比较爽口。我发觉新鲜的我曾经试过，它很快就软烂了。对，对不对？那干燥的反而要炖很久，需要一点点时间。哦，是。对，那现在我们用新鲜的哈，对，我们就把它穿烫。切啊，也要穿烫吗？穿烫。好，那让它烧水。那个我就想要再请教你一下，对，那个。干燥的白木耳，它花时间比较需要花时间炖煮，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处理的方式是比较简易的，可以让它在炖煮的时间缩短？其实这个东西变成用打的，变成煮的时候用果汁机打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干燥的去泡水，对，发开来之后，煮的时候再打。但是看你用途，如果你今天是要做凉拌，就不能这么做。对，好，那现在你就要这个怎么样？因为我们在挑选的时候，我们尽量是它外面一个绒毛，它有干的也有湿的，这个就是它的绒毛。哦，要有这个绒毛会比较新鲜。哎，一般市面上有的买的，它本身比较光滑面的话，哎，对，那就是干的去泡的。啊，干的泡的也是可以啊，对，也是可以，只是口感会有点差。好，那我们就自己调整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哈，就对陈立树师兄非常的好奇，就是一个，其实我知道你本来是学美术的嘛，对对，怎么样的因缘去学做料理？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因缘就是说，在九二一的时候之前，那本身因为住埔里，那时候就想说，自己吃素，那想就就是。一般我们就不知道，没有做过餐饮，才敢有这个胆子去姑且一次。那时候就开一个。哦，你是说921之后你开餐厅哦？之前开了餐厅，开一个餐厅。那因为921震倒了嘛？没震倒，只是说正好那个时候整个市场会受到一些限制。整个你是开在埔里吗？在埔里。啊，所以说没丢席啦。对吧？对，刚刚开了之后没多久就碰到921，开了两年。两年哦，碰到921，那才真正开始要准备稳定，又碰到了一个大地震。对，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因缘安排，就因为这个因缘让我转型做工作室。做工作室。那你自己开餐厅，你那时候会做吗？会煮料理吗？也是刚开始不会。不会呀，哈。第一次那边怎么样？要煮开吗？烫一下就好了。只是要烫一下就要捞起来吗？烫一下就可以捞起来。哎，要捞哦。对。好，来，我给你这个。然后捞到什么地方？捞到一个容器。还是这个要一个大碗吗？要大的钵。一个小碗。等一下我们要摆饰。还是要摆饰。对。好，那你就边做边讲。那你那时候怎么学呢？学料理。那时候也是边做然后边学，那因为我们很真诚很单纯的心去做，所以有些时候碰到一些因为我们埔里有一个特色就是道场很多啊，对，所以很多的一些出家师傅他本身这个手艺也是非常的非常好，他因为看到你不会，所以他就来教你了啊，都是主动的来教，就是说有很多修行人是不是？对，他就来跟你分享指导，然后说这个怎么煮，所以是在无形之中在这个山区也是有点点，就无形中就学会了。对啊，所以说其实在那个年代，921那个年代，其实埔里的卖素食的不多，现在很多了。现在很多。现在尤其921之后，非算是全台湾比例密度最高的一个区块哦。对。那你在那个时候算是少有。然后他们就来教你，那你也有天分。就是因为不会，所以那师傅就看不过去，就像我们看的不会，那我们就干脆教你。所以也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无形中就，很多师傅的这样指导之后，那我们就学会了，学了一些不同的料理。哎呀，好，然后这个也是要穿烫多久？只要穿烫一下就 OK， 因为它生鲜的，所以不用烫太久。好，那我们就取一个盘子。取一个盘子，这个现在就可以放盘子了。对，哦，这么快啊！好，来，现在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一个阴阳嘛，就是用开烫。因为让它才能够有营养，它是有不同的口感，不要合在一起。对，实在是应该不要放白盘子才好哦。如果放个橘红色盘子，应该好像会比较好哈。但是橘红色跟那个太极又有点不太搭成。橘红色太嗨了，所以说，这个所谓的太极，它要呈现的是它的一个沉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看，这个人就是不够沉稳，想到是橘红色，好，白色的是好啦，白色的这样子，
好，陈立寿师兄其实是在那个做餐饮，在失败中去吸取了很多的经验嘛，哈、哦。那么不应该说失败是无丢席啦，真的是时机不对。但是吸取了很多经验之后，转型，然后变成了讲师，是吗？是。好，那么是在跟大家就是用这个上课的方式哈。哦啊、我记得你在那个彰化静思堂开班的时候是哦，那个非常的多学生，是学员是一期比一期多。我如果是坐在中部就好了，我来当你的学生哦，我就不会充满挫折感，因为人家都说创意料理让人惊艳，我的创意料理都让人惊吓，所以从现在开始我都不敢做创意料理哦。我要到你、就是、当你的学生就好了，惊吓才会有经验啊，没有惊吓的过程，怎么有经验？说得好哎、欸，我回去跟我女儿讲，她叫我一直不要惊吓她。好哎，哎、就是欸、有了，这边她有两条鱼，她有这个太极不是对半切，不是对立，不是对立，而是互相融合，这个就是我们中国古老的一个智慧。对，好，你这个摆起来也是有它的那个互相融合的感觉了。好，好，再来是，再来就是那个，嗯，来用柠檬。柠檬汁来交给你了，好，柠檬汁，这可是普里带回来的吗？不是，还装的有机的。有机。对。好，那么这挑选尽量挑选它上面没有斑点的。那因为柠檬汁来讲，一般它都是喝柠檬汁，喝柠檬汁它比较没有香味，所以通常我们会用那个柠檬皮。啊。柠檬皮。如果我们纯粹只喝柠檬汁，不够胖。不够胖。嗯。哎呦。整个精神都来了，所以它你一刮的那个，它柠檬油在皮上面，有精油，对，精油在这个皮的上面啊，就是一定要把它刮下来。而且它皮的香味很多，包括像烘焙来讲，它用它的皮啊，用这个皮来做蛋糕或面饼干，对，哦，这样子，对对对。那但是要提醒大家，一定要用有机的栽种的，有机安全的，否则有一些柠檬可能会有农药的残留，对，好。好，所以啊，不能用它的白色的部分，会有点苦。那柠檬皮它有香味，而且维他命 C 是非常高。那这个剩下来的就是要这样吃吗？哎、這個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把挤它汁，挤汁的时候，你先把它揉软的时候，等一下切开就挤就比较好挤。哦，好，就用手，因为等一下我们外皮就不再用了。哦，就用汁了，一直用一颗吗？好，那这个就可以了，等一下给我，看起来，这我要榨汁，那连柠檬皮一起，对，做成饮料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嗯，我像柠檬汁上加点柠檬皮的话，那香味就完全不同。哦，一定是的嘛，我现在闻起来都不得了了。好，那个，我们的陈立寿师兄哈，他除了是在这个各地区，本来是在彰化静思堂开烹饪班，现在连台北好几个地方都在开班，对不对？哦，在教这个素食料理，他真的是把素食的料理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就是这时候汤汁就比较容易挤。你看酱汁就容易挤啊，要不然我们每次都挤了半天。按摩一下，可以跟你借个杯子吗？杯子吗？这个你要借？好，好，可以借给你。那么，而且你还固定的去做广播，对不对？对。是在台中吗？在台中。是什么广播？慈济世界。近期世界啊，他现在主持二十几年的，对，那是只有在大台中地区才收听得到吗？他大台中，他跟南部中广的一个啊，是中广的一个中南部的一个电台，是不是？那他大部分你是去讲什么？讲料理吗？讲，因为我一个单元是固定礼拜四一个单元，叫健康照咖。健康照咖，健康照咖就是。结合一些时事啦，包括理念，前面有讲时事跟观念，健康的观念。譬如说像最近我们一个节目叫《欲望的年代》。好，这个我们就要来仔细听了哈。好，你现在还要操作的是什么部分？现在就调酱。好，那这个是调酱，这调酱就是用豆腐乳，味噌、豆腐乳都可以。来，味噌、豆腐乳，好。嘿，味噌或是豆腐乳都可以哈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调了，那加一点点味淋。就是要选择那个不太咸的豆腐乳，而且不是那种味道很浓的豆腐乳，对不对？对，比较温和的。那这个是米淋，米淋还有味淋，味淋豆腐乳加味淋。哦，其实这个豆腐乳如果说选择的话，用选择比较，
台湾客家口味哈。如果说豆腐乳我们在选择的话，我发觉好像是属于客家风味的豆腐乳，它的味道比较温和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有一种就是那个大陆口味的，哦，那个味道就比较大陆口味的味道比较浓烈，那个不适合。其实这个都可以，只是看你怎么运用。包括像这个可以做火锅蘸酱，火锅蘸酱就可以用那个了，麻辣豆腐乳了。哈，对。好，这个现在这个要问用温和一点的，然后再加点点什么柠檬汁啊，用豆腐乳加柠檬汁再加。哎，我发觉是不是有一个，我听过有一个李秋良老师说，他也是你们埔里人。好，他就是高雄人，他是个住埔里，常住埔里。他也是说，尽量用味噌或者是豆腐乳来代替盐巴，来调味，对。来调味，对。不直接用盐，对不对？不直接用盐。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我可以直接先来尝一小口嘛。这个蘸酱，哇。那就用这个酱汁把淋到这中间。哦，好好吃哦。它有豆腐乳的香气，对，然后有味淋的甜味，再加上还有微微的，不多，微微的柠檬汁的酸，对，所以不是放很多哦，刚刚好在处于他们太极的这个中间边界，但是吃的时候才去把它和在一起，和在一起。好，那我们刚才讲是麻辣太极，所以麻就是芝麻，辣就是这个。我俩真是四川那个麻辣，不是那个麻辣。我还在想说，哎，怎么麻辣可能会变成太极？麻辣就是一个很呛辣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好，用芝麻跟辣椒，对，它也是很温和。你看，你看陈立寿师兄光切个辣椒，它就是这么样的，非常的厉害哈。你看。压一下，请问你为什么要压一下？因为压一下，让我们这一刮，它籽就去掉了。哦，要不然它圆圆的很难刮，对不对？对，再压一下，然后我们再刮的时候很好刮。我也发觉陈立寿老师他的那个手法是很温柔的，就跟他的个性一样，很温和。啊，那么你就跟我们说一下吧。你说那个叫做什么什么欲望，然后欲望的年代，欲望的年代。对。但是呢，要怎么样？欲望年代最主要是因为小孩子啊，其实我们一般现在他们都是说小孩子不乖，我们都会去用很多的零食啊等等，让去勾引的，吸引他，让他能够安静下来。安静乖。哦，现在除了饮食，还再加上那个，就塞了一个那个 iPad 给 iPhone 或 iPad 给小孩子，对对对，反正你拿到那个平板，各种的平板可以玩电玩的，小孩就乖了。对，其实这都是一种用欲望来安抚他的情绪，对不对？是满足他的欲望，满足他的欲望，他的欲望他会越来越大，是助长他欲望。哦，对，他玩不过瘾了，所以你说回归到吃，这最原始的方式就是用吃来安抚他。对。那所以说，像之前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，以前的我们的妈妈那个年代，通常都是一个人，有时候养了将近六位，六到八位，不到八个，甚至有的到十个，有就这样养过来，所以一个人可以养这么多。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是十几个养一个，他养不起来，因为比如说像养，比如说像吃一餐饭来讲话，以前一个人哈都可以这样子，好像就可以了，可以了够了。哦，以前是。啊，妈妈煮好，你家给家啦，大家一起吃的，对不 对, 对？现在是全家老老小小祖孙三代合在一起，就是来拜托你吃一口，对，是不是？所以变成说，因为平常时都该吃零食，所以变成到吃饭的时候，变成说十几个大人就是围着围着一个小孩子，光一个吃饭就搞不定哈，所以然后就要不然他就不肯吃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中间这个再摆上这个柠檬，哇，我的天，好漂亮啊！哇，这道菜要拍照，好漂亮哦！然后再过来就是，哎，画龙点睛。好，我不敢，白芝麻、黑芝麻不能乱点。我知道白芝麻放在黑木耳上面。对对对，好聪明。就是眼睛在这里。啊，对，马太极的眼睛。对。好。哦。眼睛在这里。好。那这个是他们给你点的。好，而且那个黑芝麻。这一皮皮抓呢，恭喜！这里对不对？这个位置对不对？对。哎呦，糟糕了啦！我的眼睛变凤眼了啦。单眼皮的。
不是，人家明明是圆的，哇，那被你凤眼，这样可以了。那旁边怎么办？哦，我等一下想办法补救它。更不能大小眼，所以我们要这个再不能大小眼，再来加一点。对，再加一点点。啊，拨过来就好了。对。哎呦，那我这个要把它拨过去。好了，这个这样可以，那自然就是美了。啊，好，不必太刻意。好，麻辣太极。做法是白木耳、黑木耳泡软切丝，分别穿烫。豆腐乳、味淋、柠檬汁拌匀，辣椒切末来备用。备圆盘，将白木耳、黑木耳摆饰成为太极的图形，分界线上淋上调味酱，再撒上柠檬皮、辣椒末、黑白芝麻，点在阴阳眼上面就可以了。哇，现在迫不及待，好想这样子把它这样吃下去。它就是在我们吃的时候呢，再拌，是不是？对，要吃的时候把它拌在一起，那味道就会融合，有不同一个味道。你们听到声音？好香，而且脆可口，而且它的那个酱料是这么样的清爽。然后再带柠檬皮的香气，然后呢又保留了这个黑白木耳的原味，对不 对？所以他们这样很相融合，哎，是。所以我就很好奇咯，那个像陈立寿老师，他在那个广播节目里面呢，他会引用这个目前时事，再来跟他的料理健康厨房相结合，对。哎，那你就举个例给我听听看吧。好有趣，比如说这道菜来讲的话，你做阴阳，那我们就举最近当红一部电影，叫《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》。是少年拍的这个《奇幻漂流》，哦，很红。对，怎么结合？这盘子就像那汪洋的大海里面，那里面白的我们就把它称作那位少年。好，那黑的就是那只老虎。好，其实这个人，如果今天如果单独在这个汪洋大海里面，这个如果没有只老虎的话，没有这只老虎的话，可能这个少年可能就没办法独自生存，因为他整个生存的一个意志啦，包括整个身体的一个机能的话，没有这个老虎来做一个陪伴，互相陪伴跟激励的话，我想他可能没办法独自生存。相对的，老虎如果没有这个他眼前的这个少年的话，他也没办法独自生存。这个人跟自然界也是一样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两个虽然不是这么样的表面这么样的和，但是呢，却又是互相为伴。对。那么不会这么孤独寂寞，而且互相激励了对方的生存意志。是。然后他们这样一起存活下来。对。所以当我们听了你的那个哲理之后，我们再来学习到这道料理，其实印象会很深刻。对。好。太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啊就了解了，我们跟着陈立寿师兄学习这一道，你看似简单，但是却非常不简单，因为它有内在蕴含着一种，大自然跟环境的智慧。哈，好，我们就照这个方式来自己做做看，看你能不能做出那种叫做 feel， 好不好？谢谢陈立寿老师，谢谢，感恩。而且真的很好吃。